您知道吗？全世界最小的人形机器人来自台湾，目前正在申请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人形机器人被叫做 B-Robot， 身高是15公分，体重是250公克，机身以镁铝合金制造，整个机器人完全是台湾业者自行开发设计的。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您瞧瞧，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小的人形机器人，从开发到设计制造完全由台湾业者完成，预计2007年11月在全球上市。包括那个电路板的设计，还有电路里面的程式，还有包括那个电脑这边的控制软体，这整套系统是我们自己开发设计的。然后整个结构机构的设计也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，包括外以后会有更好的造型啊。然后那个其他部分的话，包括马达的部分也是我们自己开发设计。机器人有保留一些硬体和软体扩充的界面，玩家可以自行扩充新功能，例如语音控制、红外线控制等。包括手机控制，还有包括速度感应控制。像我刚刚有示范一个，就是跌倒的时候它会自己爬起来，那也是利用 sensor 感应到它跌倒，然后再自己爬起来原理。那业者表示，产品是着重在教育的意义，可以借由这个平台，这个一个等于是一个机器人平台，去学习自己的那个机器人的技术，从小扎根这样子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。也是将工业控制的机器人关键技术浓缩，变成一个大家都玩得起的玩具。这款机器人结合了娱乐跟教育，上市之后将会有相关课程教玩家们如何组装机器人。新唐亚太电视陈其文、徐美惠，台湾高雄采访报道。